What?对抗性高了蛮多的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个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，一等船长哇！哎，一等被打散呢。大佬，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看看一下重播。从哪里开始看？哎呀，从这个地方开始看。草丛当中被抓到，两个人就这样一路哎，砍了三天三夜没有停，不死之握，疯狂开枪。乌主任再和枪打击就闪现配合普攻，再砍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啊，三天三夜没有停过啊，那个手起枪落，手起枪落，变变变变的，哎，这边打起来了，得到平重击，哇，如果你可以有个黑盾的话呢，这个效果会差很多。对，而且也要提到是说，哦，这边刚刚讲到这个，抓两个在侧边不易赶到，赶紧脚闪现往后退，哎，打稳一点，不然会出人命哦。就下路误伤，上路误伤，瑟雷西的技能嘛，然后勒布朗的技能，瑟雷西他的魔，瑟雷西那个 A P 一点点啊。打这个辅助摩根娜还可以啊，哎，这个 EQ 是空了，大军还是盖，然后配上了紫暗影禁锢，绑到了对方之后呢，这个人头落在了对方，过桥了，直接过桥了，好恐怖，那个鬼差，我昨天也遇到一个鬼差，我跟他拼搏了一个小时才打赢，吓死我了，危险了，射击位置，射击位置，啊，这边按下怀表不太妙哦，好，虚空机晶往前扑之后呢，路线滑了下，开始试图路射在小溪身上，小溪才半条血，风火轮踏出来，锁链绑到这个人头，他非常想要拿到，打球拿到把枪这么大吧，哎呦，他那边血已经不够，而且布里这边吃到了钩子，被刷了回来，艾吉古没有绑到情况下呢，加文已经倒了，而且瑞斯继续往前追击，手上的枪渴望着鲜血啊，哇，天哪，他这场真的是。还在往前追，他不让他回家哎！杨世杰呢？你是不是杨世杰？你怎么那么凶？手上那把枪，但现在感觉他手上那把枪跟成长兵什么小帮手之类类型的，伤害挺高的哦。而且不只是普通小帮手，三将出来之后呢，仿佛穿上了膛线一样，开射！你看三连筒成功了，再炸到哈拉比，他在塔下放烟雾弹也走不掉哎。这个东西追击性，而且在对方的哎这里位置有点危险，赶紧拉灯笼回来，试一下伊塔西亚的魔语伤害哦。那下路你看。画面回来 ，Ben， 哎，又回家了。哇，这边啊还叫来了一个啥，一个声纳系统想走啊，所以右眼可以分开哦，可以让那些啊钩子勾到小鸡蛋，每次有黑盾哦。啊，这个刚那一个画面就可以让，比如说左眼右眼可以看比较开人的，两个都看到。他自己想偷龙，没偷到，这脚闪往上 ，Rest 赶到了，钩子出过，赶紧大后腿吞。那虚空机晶往前扑之后呢，现在闪电要节节往后败退啊。哇，这边哈大家交了个招，但是没有任何人阵亡。现在 Red 也赶到中路了，有这个摩甘娜之后呢，旗舰上面没什么问题哦。哎，桶子点掉，操作这个该有的操作是有了。黄布向前，贝蒂现在这样剩下半条血哦，度决定梦的高度啊。这两个人偏偏手不太长，但这个位置三角手中抓到了哈纳米，闪现上去配上点燃，再踏一步。上半步抓到了，大概。而深渊在队友过来闪现毒蛇要舔，没有成功虚空探索命中了，还杀出本能进场，但是切了一个灯笼就拉开哦。如果说摩根大 Q 也就算了，滑步上前，你看又是这样打两刀退，打两刀退，对不对？绝不贪刀，贪刀 no。啊，稳，推王就是要这样，稳字一出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哎，这个闪现闪穿都非常大绝，这样当不下。下一周呢，贝蒂的血量不太够，该大块抖音吞了下一周，要把他救回去。哈拉这边想要翻，没有翻成功哦。但血量上面不太够，所以神神问题有点危险盾啊，所以打不上去。哎，这个地龙很重要哦，跟着这个地龙，最后一点的血量。哎呦，贝蒂这边加速往前，一卡血量魔力砸下去之后，这个地龙落在对方身上，而且暗影禁锢绑到了瑟雷西。哦，一个桶，哎，双大点燃，但有，尤其是刚刚在中路掉了半条血之后呢。哈纳比真的是一直在找机会，闪电给他拖了这个黑盾，来不及，太晚下了，贝蒂血量不太够，大哥腿赶紧吞，要往后撤退，将他们下来之后，刺突再补上去，
嘉文想要盖，想要救他队友，但是小溪倒了，没有办法。菲利斯前是换到了射击，但是伤害不太够啊。最后这个嘉文脚闪还是跌倒。阿比进场有机会吗？阿比按下烟雾弹，想要去换头脚闪现，哎呦不行 ，Fofo 是换位换回来，成功躲过对方的击杀。哇，对方虽然说都倒了打野了，但是因为对方也只有一个哈纳比，他大血丢完了，所以杰顶三人呢是稳稳的把这个巴龙拿下来，没有问题。就有机会了，我们看看刚接波的李飞，哇，这边砍刀，抓到这个钩，实际上对方两名这个宝牌成员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而且可能是小七的第一时间，他的吃第一时间在 CD 的关系，当他把这个 Betty 救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他的状态就已经是差蛮多的，然后后续的情况下也要考量到的是，哈纳比从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支援过来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保护住自己的队友，那后面的话，这个就是比较没有办法，一打三找机会看能不能侧切。上面雷克萨在挡阿卡丽的侧切哦，不让他有任何的机会。这个暗影禁锢没有绑到的时候，这塔可能就难防守钩再钩到，加油加油，还 EQ 往前转，大绝要盖盖到三个人，他还没倒，但最后 Rex 收下这个人的时候 ，Pop 手到小气箱也不太够、哦。哇，这边好狂了，再次建功，直接是勾到了一个嘉文哦。高丽塔掉了 ，Fofo 踏步往前，引发 Q 射弹，感受不太到这个闪电狼的中野啊，已经是很多场了。哇，这边的话再次出勾，这个摩根娜这个距离也没有办法来上盾。那这边的话，你看他跳这个大绝踩下来之后再开出去的这个降维弹板，根本没有办法为他多争取几秒钟。也不错啊，因为前面那个被打的伤害就太多了，前面的伤害直接。然后这个哈娜也是在侧面担任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守门员，不让对方有任何机会走到这个侧切点。加上起身放了出去，那前方完全不害怕，刺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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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把贝体半条血都快射掉了。哇！那真是回点血，再一个炸药桶炸了勒布朗之后，再往前踏目标谁？目标都是贝体啊！哎呦，绑到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核心拿下来，然后看一下对方有几个金球，金球骗掉之后就可以早点考虑开了。黑盾套在贝体身上让他看哦，有一个闪翻翻到了加我，两双手本能到了右边之后呢，贝体要换，他换到露西恩，我这边这个很关键哦。哇，当时没有看到他旁边这个位置，还是怪怪的。勒布朗双塔进场要换点血量，但反而是自己被打半条之后，加维 EQ 上去，大绝要盖，没有盖成功，只 Rest 伤害出来了。这个连同把对方后排炸到残血之后，闪现往前，加用弹幕先收下了小心，再收下了 Betty 哦。Rest 出来，灵魂枷锁绑，想要逆转这个团战，最底线闪现往后，还是被世杰给枪毙了。哇，杨世不是不是世杰。不是，是 Rest 徐世杰 ，Rest 徐世杰太神了，世杰太神了，世杰手上那把枪，哇，那这边原本是在找一个路线的情况下面，但没想到是靠着这个，不论是说这个 Rest 的伤害，或者说是反起哈娜比在烟雾弹当中，这个连捅，第三个捅被捅到了，想要清兵但没办法刷回来，勒布朗被踏上来，血量没了，哎呀，最后一点点血量，就最后一枪。吃果子追着他 ，Ben 不见了，哇。那看起来的话，这场比赛是结束了。感觉最近闪电狼的状态真的是，啊，这个新的神秘数字出现了，986，又一个神秘数字被打破了吗？刺突突突突突突突射在对方温泉里面 ，JT 2-0击败。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赛后访问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乐。那站在我身边的是中信 J Team 的 Hanna， 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 J Team 的打野 Hanna。Hanna 你好，其实你们队伍近期的状况感觉没有到那么好，你自己觉得队伍是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吗？哦，就最近练习嘛，然后团练输的比较多，然后团练输的比较多，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赛也输嘛，就状况不太好。哦，就是感觉可能受影响，所以心态有就是可能没有到这么好。但是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下，你有想到今天会赢下比赛吗？嗯，因为今天我们教练说就轻松打嘛，因为最重要的是明天。了解，因为明天是对你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局，所以今天轻松打，所以让大家可能就是发挥的也比较好。那第一场你们打的算是蛮顺利的，所以我们来聊一下第二场的状况。第二场你们上路 Rest 选到了冈普朗克，那其实如果打线来说跟阿卡里算是五五波，但是 Rest 在前期就拿到了巨大的优势，所以直接碾压了对面的线路，甚至连楼上正在看比赛的 HQ 的小安他都直接说 Rest 的冈普朗克比 Zip 强，那你怎么评价？
我不知道两位，不过两位应该都厉害，都很厉害。你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要选一个吧，就是谁是第一？当普朗克。嗯，要选我一定选我们家上路啊。啊，会做人，会做人，不要得罪自己家的人。嗯，因为看到对面亮阿卡丽的那时候，我们上路就说选钢普，这场他一定会凯瑞嘛。哦，了解。然后他也做到了嘛，所以就他是最厉害的。所以这样子会不会担心明天他没有钢普朗克可以秀？没关系，还有其他只角色。哎呦，很厉害，代表这个角色池非常深啦，是明天可以有好好的表现。那同样也是问到第二场的问题，因为第二场你们阵容感觉比较偏前中期，而且呢钢普朗克又拿到了巨大的优势，为什么你们不在当下就是选择可能打得比较激进一点呢？嗯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店的目标是打从中野开始打嘛，是，只是他一开始就是对面 check， 然后被两个都打出闪现嘛，代表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的路线，所以我就一定给靠上，只是我们上路有点太急躁嘛，害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玩。哦，就是有看到上路其实你有靠，然后本来想要 gank， 然后可能塔杀对方，但是那一波其实是没有成功的，所以是因为就是可能沟通上比较急一点，所以没有完成那一波的塔杀吗？对啊，就是太急躁了。了解，那你不会担心说就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下，如果对面的 AD 他算是后期角嘛凯杀，如果他飞起来的话，不怕会被翻盘吗？嗯，我觉得我们阵容糊弄到最后。后面也不会输，因为对面其实抓不到我们的人，就是我们都很灵活啊。了解，就是有感觉你们保人保得挺好的。那最后呢，是想要问，其实刚刚有提到的，你们明天要对上是 G-Race， 那一局非常重要，它是生死关键的局，有赢的话就会进季后赛。那你们自己有没有特别准备什么样子的战术？特别准备。没有特别准备，就是打得比今天更好的话就会赢了。就是也是放轻松打，但是呢，就是要打得更谨慎一点喽。了解。那最后小小的提问一下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想要了解，就是之前 Refrain 是有登入选手的，那这个举动有没有对你造成一些无形的压力？压力哦，就是他本来就是打野的嘛，然后我不是擅长的，是就是他会教我嘛，然后对我比较严格。哦，了解，还是很谢谢他。就是后辈前辈照顾后辈的感觉啦。OK， 那我们再次谢谢 Hanna， 也恭喜中心 J Team。那下一场比赛是由 HKA 对上 AHQ， 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